绿茶婊是什么东西啊？还不是你们节目出来的？是，因为你们会有一些小本本系列嘛，然后就会有一些喜欢康熙的朋友会做一些剪辑，然后有猜中是不是？我不能说他有没有猜中，可是有人就是要对号入座，所以如果我们有一集约你跟他一起来上，我 OK 啊，我 OK 啊。如果他愿意来的话，我那天也愿意坐下来听你们话。今天晚上11点 ，My Video 线上收看，小姐不惜地。